致，而且还更加公然的邀请乱港头目访台，为这个暴力的这个激进分子提供庇护，这样。那想请问一下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？谢谢。我们多次指出啊，民进党当局啊，在近期香港事态中啊，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，啊，他们煽风点火啊，推波助澜，与港独势力相勾结，企图搞乱香港啊，破坏一国两制。他们不断啊借机啊来攻击污蔑大陆，啊煽动岛内民粹，制造反中恐中的氛围啊，捞取选举利益。近日啊，更置台湾民众的安全和福祉于不顾，公然邀请港独分子访台，啊为暴力激进分子提供庇护，让台湾啊成为避罪天堂，为祸台乱台啊打开大门，啊我们再次啊正告民进党当局啊，立即缩回啊伸向香港的黑手，停止插手香港事务，停止纵容庇护啊暴力激进分子，停止破坏两岸关系的行为。谢谢。小石。谢谢发言人，新华社记者提问。台湾立法机构